陶主任，陶主任，您一定要救救我们！别，马上安排彩超。 初步诊断胸腹相连，实际状况还要等胎儿出生才能查。连体婴，20万分之1的存活概率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你们一定搞错了，说好了是双胞胎的，你们一定搞错了。你先听我说，哎，江翠，我不要了，你们搞错了。 没事吧，老婆？没事，没事吧，老婆？没事吧，老婆？流血了，护士，把车推来 ，yes， 马上准备手术室通知新生儿科。好，快！你干什么呀？我不要躺在这里，我不信，我伤得自己，我现在……江翠，你听我说。 你冷静一点，你现在的病情还不稳定，不适合随意出走。我不要躺在这儿，你让我去看看我的孩子。江翠，我就是想让他们还活不活着，就算连在一起也是我的孩子。江翠，我是你的主治医生，我要对你负责。我就是想去看看他们。这样，我陪他去，我尽快送他回来。 晨曦，去拿一个轮椅来。是，我们到外面等。哎，陶主任，正好你来了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吧。好吧。好。哎，主任，我是孩子的爸爸，我能一起参加吗？ 好，拜托了叶医生。注意控制江翠的情绪。从初步检查结果来看，这两个孩子属于胸腹相连，从肚脐到乳头都紧密相连。 胃、肝脏和小肠都连在一起，两个孩子虽然有独立心脏，但共用一个心包膜腔，而且其中一个孩子的心脏还先天畸形，若不及时分开，两个孩子都有生命危险。宝贝，我的宝贝。 医生，你们骗我，他们不是好好的吗？多可爱，和我想象的样子一样。连体婴儿，他们告诉我说，把夫妻俩的照片重叠在一起，就能看见孩子的样子。我也经常想象我孩子的样子，可是我想象不出来。 我是不是应该多想想他们健康？如果我多想想他们的健康，他们是不是就不会这个样子了？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光想着要他们长得漂亮。江翠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别这样，会好的。我相信你。 你们也是妈妈，你永远别把毛毯揭开，好吗？好，我尽力，会好的，宝贝，宝贝。
分离手术吗？可以，预计3个月后执行。儿科、胸外科、普外科、麻醉科和整形科的大概都到了，正在研究方案。那就好。但是他们相连的部分太大，更有一个胆道系统和心包膜腔，而且其中一个孩子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畸形，所以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只能尽全力保住其中一个孩子，也就是说，把胆道系统分离给心脏发育较好的那一个，让他拥有相对比较完整的身体。 另外一个呢？另一个只能放弃。没错，只能放弃。那也太残忍了！我爱你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这样吧！张翠，老婆，我爱你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这样吧！我求你了，回去！我求你了，回去！张翠，你听我说，冷静一点。闭嘴！你们都给我退后！ 退后，听见了吗？退后！张翠，这样好不好？张翠，我求你了，不要这样。张翠，你听我说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是想去抱孩子吗？谁也别拦！谁也别拦我！我陪你去，真的。你把杯子给我，你说过的，你最相信是我了，因为我也是妈妈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不拦你，但是你把杯子给我，你会把宝宝吓坏的。张翠，张翠。 他们会害怕吗？会，你这样的话，他们会觉得妈妈变了。你看看你现在，你都没穿鞋，头发又那么乱，宝宝会认不出你的。乖，听我的，别伤到你自己，也别吓到宝宝，好不好？来，他们会不喜欢你的这样子，他们会喜欢我的。我江翠，你要相信我，回去给我来，你给我，听我的，来，小心。 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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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注射针，宁静。小心，我来，我来，你放开他！来，我带你包扎一下。你不怕？不要，我不要做手术，别把他们分开。我们一定可以渡过难关，相信我，我老公在，一定没事的。